他号称比包王还贵的人，这一次凭借组队赛一战成名。大家好，我们来看郑郑打这个何俊的对局啊。郑郑的话，那个龟的话也是出名的啊。包王都嫌弃他龟，都不想跟他打战术啊，他就不过去了。发波，发波，然后防御啊。好，你还想防，我就跳抓了，打一个反心态。你看纹丝不动，在防要破防了呀！哎，我呀呀呀呀呀呀！在将近要破防或者有破绽的时候，他神奇的赌了一个 AD， 还赌中了。哇、哦、哟，这波漂亮，专当后下盘，在 A 带入白光霸着你，优秀。好，跟正正的龙二啊，下去也是要拉后再说。挑拨漂亮，这波要晕了节奏。哎呀，太远了，没办法。哎嘿，好，可以的，隐身带了一个安全必杀头啊，死。好招，七级杖找。阿克这边先拉啊，先撸一波，先把管撸满啊。何俊显然不给他这个机会，又不过去了，又在撸了。互撸娃呀，这两个是。好，小凡套装带着必杀吧，哎，哎呀，漂亮，晕了。后置开局也是先拉开距离，寻找进攻扎到机会啊、哦！龙王就不过去了，遇到正正这种龟逼，他会过去吗？他会冲过去吗？他等你过来，扎到，好跳 B， 马上得跳开啊！对空，嗯，好，外血抓一个。就不动啊，走了。哎呀，血这么少啊，血这么少都不想去进攻，输了。我看真气怎么打。喂，太局给我来下地啊，有很有想法啊。好，空防落地带抓。怎么动？空防。哦、好，刚进板边，抓了吧，还、哎、这波刚掉，好，刚好跑必杀哈，群众厉害了啊，好，关注球球不会走掉。